嗨，欢迎再度回来月世界。然后刚才小账号抽的蛮愉快的，不知道大账号可不可以这么愉快的就抽到我们想要的。来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我觉得那种直接按领取的一点爽度都没有，拉下来那一瞬，抽卡片就是要拉下来的那一瞬间，那个爽度才有，你知道吗？就算拉下来是黑金，也不会说你好，像这样吧。不过这个账号应该就不会去，因为拉到那个沙那嘛，然后去好，去再花石头。我想要留着抽那个合作的部分。好，这一只是没有用的，也是直接卖掉那种的。来到第二抽，不过刚才那个账号太夸张了，居然黑金狂出，这会不会这个账号一张黑金都没有？好，没什么用这只。来到第三抽，晚一点再来拍一下那个地狱的影片好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记得好像从第三抽、第四抽开始有黑金的，是不是？北欧可以了，我北欧来了啦，就是你了，莎娜好不好？刚才莎娜居然不自觉的中了超过两张以上，哎，想知道数量的话可以看上一则影片。哦，没有。那个不好的账号居然抽那么多黑金，这个又没有用了。看来运气用光了，我是不是本来应该先抽这个，说不定就先抽中，来了，还是没有。刚才那个账号实在太神了啦，火吸啦，可以火吸啦，没有在用。刚才账号真的是莎娜狂来，欸，到底莎娜可能已经被我下了符咒了。嘿，红马里推推轰，莎娜就来了，好，烧不到，唉。是时机点过了吗？火龙死，看得都快喷死了。剩几张？哎，抽了六抽了，结果都没有。八，命中已注定，是我太任性。哎，真的不黑了呢，刚才那个狂黑呢是怎样？我的黑金不见了啦，两张这个，我的黑金不见了啦，Hello， 哦，看样子。前面如果有黑金的话，后面比较容易出黑金呢。后面如果前面一开始就没黑金，就什么都不用玩，是不是？是这种概念吗？是这种概念吗？哇，第九抽了，可以黑一点吗？来一张黑金好不好？一张就好了，就算是埃及黄泉，我也觉得愉快，好不好？一点都不愉快。哎呦，这张没有用了。好 ，last 喽。哇，都重复的耶，讨厌哎。好了，来了啦，不要躲了，我的黑金就是你了，我的黑金。好，他就是不给我黑金。好哦，就这样子啦。没有了，看样子黑不起来。
我淋一下石头，看一下，我们只要超过175颗，多余的都拿来抽好不好？神器耶，有吗？哦有，200多颗哎。好了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们抽个4抽就好了，抽个4抽，赌个小小运气嘛，够讨厌的，这么不愉快。4抽就好了，2抽，一抽就中了，好不好？欸，这个真的很夸张呢。露娜，哦，我不然给我杜门，我没有杜门呢。刚才的神之运到底跑去哪里？到底，欸，都黑不起来呢，这个黑不起来，这不好躲。艾米莉是不是？哦，史密利不是艾米莉。啊，不然给我巴哈，我没有巴哈，我不要背心魔师，我要巴哈，好不好？巴哈。没有啦，好啦，就这样子了啦。没有黑金就是没黑金，一张都不肯给你，烂的也不要给你，怎样？不悦，5抽。欸，真的不想黑呢，黑不起来啦，大哥，换你啦。给我一张嘛，又给我重复的了，重复之塔，你是很讨厌呢，石头很难挤，你不知道吗？看一下哦，好，最后一抽了，不抽了，如果再没有就算了，人生哦，不用太过于赌运气。好，没有，放弃了。没有黑金，一张都没有，一张都不肯给我。好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这是令人伤心的结果。好啦，我觉得石头就留着，我们去抽那个好了。先到这里结束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